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儿多牛大瓜。今天吃啥子？问下我婆娘吃啥子？今天吃这个。走，哦，走，拿点东西。我们来点毛肚。再把血味弄成片片哈。不压气，没得发多地界儿，但是配菜多。再来黄山，还整点大蒜是吧？大蒜。哦，要点大蒜的，整起来香。再大蒜一把，再来一桶火锅精油，准备好了，开干！手举起来，让你举起来。你后边去看啊，龙姐。哎呀，你好可爱哟，好可爱！你跟就好了。我把豆芽儿弄下来烫一下哈，要得了。再来盐烧，毛肚。婆娘，你在火要跟我砸球？你以为想熊就熊起来？哥，你加油！放入花椒，再来配料，再来点自己做的豆瓣，超香加入长江水，我豆瓣有点寒，不要放盐，没得了。我们来点白糖、胡椒粉，加入山芋，煮一分钟以后再放入其他配菜。我们加入大蒜、辣椒、芝麻，再来葱花，浇上油。你喜欢吃素啊？也不喜欢吃荤了、啊、嗯，男生人感觉好吃。但愿我把骨头修了。你去了？不是，那不行。我在房间吃，没吃的。南京嘛没得吃的，那儿泡饭。怎么？吃三月肯定行，吃点三月，或者吃三月。
就看着大一岁半两岁的区别还是多大的。懂得清。那我们就到这儿了，拜拜，拜拜。